今年5月底，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已经提前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顺利实现了快速交会对接。中国空间站时代的首单快递也就此派送成功。目前已知的天舟二号携带的货物中，不仅包括空间站推进剂以及各种空间实验设备、实验资料等包裹，还包括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等航天员在轨生活所享用的外卖。 好看视频，轻松有收获。